嗨，各位，好久不见，我是欧登。三星首款的折叠手机果不其然正式发表喽，一开始就直接端出来，成为意料之中的最大意外。三星采用全新的齿轮机构设计，向内凹折，并且透过实体折叠的解决方案，将所有的机件都隐藏在机身内。只能说三星在 ID 这一块真的好强啊，采用双面萤幕设计，而非市场上单萤幕向外折叠的方案。先来看基本规格，三星叫这种全新的萤幕解决方案 Infinity Flex Display，关闭折叠时，正面搭载 4.6 寸 HD Plus 的 Super AMOLED 显示器，显示比例上则是更接近剧院的21:9。发表会上打开的那一刻还是相当震撼，过程相当顺畅。迎接的是 7.3 寸三星最新的显示器 QXGA Plus Dynamic AMOLED， 萤幕比例上则是 4.2:3。透过三星在现场的示范画面，不论是打开或是关起来，在切换上非常非常顺畅，想必在系统上已经是最后阶段的测试。而多功处理包含正面开 Google Map， 打开后变成大萤幕的过程，或是左边看 YouTube， 同时传讯息再滑滑网页都可以做到。看到这一幕才真正觉得三星从发表会一开始就一直说下一个手机世代即将来临，哎呦，这一刻还真的来了。 Galaxy Fold 在相机方案上配置有六镜头，首先是正面的1000万画素自拍镜头，接着则是后面三颗分别是 f2.2 16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接下来两颗都支援 OIS 的1200万画素广角 f1.5 加 f2.4 可变光圈镜头，最后则是1200万画素的望远镜头，最后两颗则是在正面主萤幕的1000万像素自拍镜头以及800万像素的彩色景深镜头。规格上则是搭载7纳米制成的8核心处理器，搭配 LPDDR4X 12GB 的 RAM 以及更快的 UFS 3.0 512GB 的 ROM。 续航上则是采用双电池解决方案，总共是4380毫安时，在充电上稍微可惜，依旧是支援 QC 2.0 以及 AFC， 指纹辨识器则是放置在按钮的那一侧。不过邦尼觉得说这一切还是太早，期待 Galaxy Fold 在第二季正式上市，分为 5G 以及 LTE 双版本，起售价为$1980，虽然不便宜，但也没有想象的贵，还算是邦尼不用卖肾的定价，算是可喜可贺了。看完今年的三星发表会，只能用一句话做总结，只有领导者可以挑战新科技，三星作为手机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才能让 Galaxy Fold 如此未来又带点韧性的产品这么快带进市场。期待就如三星所说，10年后的第一支 Galaxy， 我们不只改变手机的形状，而是改变了未来。好了，本期节目先到这边，邦尼将不停机的稍后线上 Galaxy S10 全系列新机资讯，后续台湾上市，邦尼也会带来实体机台的第一手评测，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Galaxy Fold 进行投票，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你还想知道哪项功能或想看的产品测试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加入 Line at 跟我们讨论。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